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大家好。我很乐意来跟大家，谈一谈，读经教育。这个有句谚语说，这个天地间没有任何新鲜的事物，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现在我们讲读经教育，好像对于当前，也可以说中华民族100年来，或许可以这样说，包括全世界300年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就是读经教育比起当前我们所知道的体制教育，中国的体制教育、西方的体制教育比较起来，读经教育好像显得相当特别。那我刚才又说，天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尤其是讲教育、办教育，不可以特别，它是最平时的东西。那我们读经教育如果跟别的教育不一样，现代教育如果跟古代的不一样，那么就产生，我们会就产生一个疑问了，到底谁对？要么甲对，要么乙对，甲对乙就错，乙对甲就错，或者两个都错，不可能两个都对。今天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教育再没有疑惑，让天下的教育都归于一个道理。古人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也不变，这个道就道理啊。假如天不变，地不变，道也不变，人性不变，那么开发人性的办法就不可以变。所以古人如果在场听讲，你认为合理的，古人必定也要认为合理。现在我们大概都是中国人在这里听讲，是深圳的人比较多在这里听讲，你就是新疆蒙古人来听讲，他也要跟你一样的认识，就是外国人来听讲，乃至于外星人 ET 来听讲，通通要一样，要不然就是必定有一个地方不合理。所以现在要抛开自己，要跳开自己的习性、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时代，跳开自己的学派，甚至跳开自己的民族，来做一个客观的思考。这个谈何容易呢？这个说不容易就是不容易，因为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嘛，人人都先入为主嘛，以自己先所学到的啊，认为它是真理嘛，自己所信的认为真理嘛，别的意见、新的意见，他排拒在外，那每个人都这样做，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很困难的。但是说容易也很容易。孔子说：“我欲人斯人之矣。”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有仁德的人，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做一个合理的人、有理性的人、光明的人，他立刻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说什么道理道理，什么天的道理、地的道理、道的道理，讲那么多道理，好像很高深、很遥远。不然，假如你是人，你就有这个灵性，
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就能够判断是非。一般人只是故意的装作不知道，故意的一定要固执己见，故意的要跟人家吵架。其实反省到他心中，每个人几乎都了解道理在哪里，也都几乎了解自己其实是正在狡辩。所以我们现在把心打开，把气放平，我们依照道理而思考，不要故意的把道理关在门外。我相信这样子虽不中不远矣。用这种心态来面对教育，你就天天可以跟自己说，孩子啊，我是尽了力的，我是按照道理来教你的，我把你当作天地的宝贵的难得的一个小孩，我想要把你培养成真正的不辜负你这一辈子的一个像样的人，你就可以自己安慰，而感觉到你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国家民族，对得起天地祖宗。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教育，虽然题目叫做读经教育，我希望到最后，我讲到最后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没有所谓的读经教育，只有把教育办好，把教育做得对，这样就是了。而另外一种感觉，如果能够感觉出来，原来要把教育做得好，做得对，就要走读经教育的路。如果这样子，那我们推广读经就很有意义了。所以在开讲以前，先跟大家先约定，今天不是我来讲一个我的什么见解，也不是要说服各位，而是我想要跟各位一起商量，一起来思考，如果教育有教育的道理，第一点，它的道理在哪里？第二点，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道理来做？就这两点。刚才说教育就是开发人性，其实就是好好的恰如其分的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下一代，让每一个人他的人性都能够得到最好的长进，这就是教育的意义。也可以说我们把人性做全方位的立体的了解。请注意，这里就包含了、蕴含了一个道理：是不是有些教育的原理、有些教育理论呢，它没有观测到人性的全面，没有以立体
整个的把握人性。以后我们遇到任何的教育理论，都要去问他，你看到了所有人性了吗？再来，教育工作，你怎么对人性的全面做开发？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人既然是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是由时间跟空间交集而成，空间对于教育的影响比较小，甚至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时间对教育影响重大。什么意思？一个生命在时间中成长，所以教育的道理也包含你对于人生成长阶段的了解，这其实也是人性的内涵之一。所以人性它有一种直接的内涵，就是它的含量有多少。另外一种在教育的立场来看，我们如何的配合人性开展的程序，而来让人性不浪费任何一个阶段，恰如其分的把所有人性依照一个程序而开发出来。我们对人性要有这两方面的了解，假如对这两方面有所思考了，我们就可以去安排教育的全程，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育的生涯规划。如果一个人能够在20岁左右，他就想我这一辈子要怎么过，那这个已经是相当有智慧的人。乃至于如果能够10来岁，像孔子，无十又五而志于学。孔子在15岁的时候，就做了他的人生的规划了。他的规划非常简单，志于学，也很不简单。因为至于学只有一个字嘛，我的生涯规划就一个字，学，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说也很不简单，为什么也很不简单？假如一个人的学问没有相当的功力，你是不容易领会的。所以学这个字丰富啊，广大无穷，而且孔子定了他的规划之后，他有没有按照他的规划而行呢？他念之在之，过了15年，他的学问才有一些根基，叫做30而立。再过10年，他的学问已经非常的广博，而且系统分明，不受迷惑，所以四十而不惑。到了50，就知道这个学问不只是人间的学问，它乃是天地宇宙的学问，所以50而知天命。到了60岁，天下任何事物，人间任何语言，都是学，都可以领悟出高深的道理，所以60而耳顺。到了生命成熟的时候，整个内在外在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天理仁德如如朗现，叫做七十从心所欲，补一句。孔子有他的生涯规划，从十五岁开始，没有离开他的规划的主轴，一路走来，走到他生命结束为止。有没有人像孔子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就是把我的生命一直扩充、扩充、提升、提升，尽其可能的让我的生命丰富、充实、饱满、光辉。这才是真正的生涯规划。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教育的生涯规划。我看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一般人说的生涯规划是为自己规划，现在的教育生涯规划呢，大部分不是为自己规划，而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规划。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也要自我教育，我们也可以为自己规划。不过今天我们所说的所谓全程的意思，最主要的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而设计全程规划。因为你现在二三十岁了才开始规划，已经不全程了，你这一辈子完了。我们的希望在下一代了，那我们就在全福人性，以及这个全福人性在生命中一步一步如何开展，在这两个主轴之下，我们来做一个合情合理的规划。现在我是代表各位把这个规划做一个描述。为什么说代表各位呢？因为刚才说我们都是人，人性千古不变，我们对于人性的了解是很方便的，而且你已经是过来人，你应该知道人性是一步一步怎么开展的。虽然以前没有开展，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以前走错了路。假如知道以前走错了路，我们现在就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走错。所以现在我讲我们如何规划整个孩子的教育的历程，我们应该从头说起。从头什么意思？我们就从时间的头说起，在时间中我们渐渐地展现它的全面性、它的深刻性，就是它的完整性。如果有一个地方有缺憾、有漏洞，请你在心里面自己就想，你可以讲得更好，将来你可以跟别人说。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不仅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你要为了全天下的孩子，要了解教育的道理，而且一定要去宣导。因为假如天地之中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没有受到良好的启发，让他白活一辈子，这都是我们的遗憾。我们从头说起。一个孩子，我们说什么时候应该开始接受教育，这是教育的理论最最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现在我们家长都认为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6岁。有的家长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他认为3岁，这样，全世界都这样，从来没有人反省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过，我们这样一问，很多人就知道，不是6岁，不是3岁，甚至不是出生以后。教育既然是对生命的开发，我们就应该想到一个问题，可能应该从有生命的那一天开始。如果你认为太早了，教育是无效的，那你就应该想从有效的那一天开始。总之，你一定要心里面有一个谱，有一个底，是从哪一个时刻开始。如果没有这个谱，没有这个底，就代表你是糊里糊涂的生孩子，糊里糊涂的给孩子教育，那大糊涂就教出小糊涂，那大家都糊涂，大家都糊涂，结果呢，大家都不会怪大家，我们也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教育的时机，尤其是教育开始的时机，是教育理论最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错过时机永不再来。而且人既然在时间中长大，一去不复返，还有人若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日渐成熟，我们在所有的生命当中看出来，越早期的学习对一辈子的影响越大，乃至于早期某一段时间的学习是供给他将来一生应用乃至于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打好基础，将来发展就受到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永远不可能再突破的限制，这辈子就完了。你的基础打不好，你能够盖2楼，就永远盖不了3楼。你不是这辈子完了吗？你不是自我限制了吗？而这个限制从哪里来？是从家长以及老师，在他生命还没有成长到他要发挥的时候，就把他的整个生命捆绑住了。而这个捆绑是无形的绳索的捆绑，有形的可以解开，无形的是解不开的。终身残废。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而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根基？我们要再说明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教育是开发生命的工程，可能有生命的那一天就有教育的意义。我说可能的意思叫做有些人不承认的，你可以承认可以不承认，因为它是渺渺茫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生命的开始你还没看到它，它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不过是眼睛看不到的一个小细胞，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教育的意义呢？所以在这里，人类就产生了迷惘、迷惑，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定。不过对于我所能够看到的、能够抓到的，我才相信这一种态度是300年来西方人告诉我们的。我话中有话，就是西方人告诉我们的并不一定就是全部的真理。你对于每一句话都要想一想，
你认为对的，你就用；认为可疑的，你就存疑；认为错的，你一定要排斥。这个谁不懂呢？所以我现在在这里讲这些话，很多人都认为，讲这些干什么呢？讲这些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懂得的，已经懂得的道理。我们从幼稚园就懂得的道理，讲这些做什么？我们并没有真正去这样做，所以还是要提醒。这种人生态度，对的我吸收，不对的我排斥，存疑的我就放着，这种人生态度，谁不知道呢？这叫真理。但是真理如果没有常在你心中打转，真理不重复，错误就要重复。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讲，一讲再讲，天地间只不过这件事。从今天开始，中国人不可以再盲从了。不仅不可以盲从西方人，中国人也不可以盲从中国人。不是祖先讲的话都对的，这样我们才能够顶天立地。所以古人说的胎教，我们或许可以不相信，但是现在西方人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做出一些研究，虽然不是为了胎教，不是为了教育，但是可以供教育参考。就是他们发现胎儿三个月到五个月就有了脑神经系统的发展，而且先发展的脑神经系统是听觉神经系统。脑神经发展对教育非常的重要，因为脑神经发展几乎就可以等于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家家户户都想生聪明孩子。什么叫聪明孩子？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个观念来代替，就是脑神经发达。所以你如果所生的孩子脑神经不发达，这个家长啊，老师啊，那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这个孩子啊一生就是来受苦的。所以脑神经发展非常重要。那么三个月到五个月看到了，我们就要推想可能更早期就有，更早期早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宁可把它相信它是从受胎的第一天开始，因为它是生命，有生命就可以受到教育，就有教育的效果，只是你看不出来，你还没有感觉得到，并不是没有。假如我们这样看，这叫教育开始的时机。脑神经怎么发展？讯息刺激，这已经是西方人研究出来的。中国古人是一种直觉，一种经验的累积，中国人也知道，但是西方人用很切实的科学手段研究出来。讯息刺激来自哪里？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里面胎儿只有一个管道，耳朵，正好符合了科学家的研究。所以科学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胎儿只能听到声音，他告诉我们说，胎儿，我们发现他听觉神经。